已经知影你是我的囝，你受伤，我会不甘，我来看你。你怎去？你老母混蛋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迄一天我毋是甲你讲过哦，去食饭，面相丑化你。你既然敢来再跟我牵亲姻亲，路头路尾我讲过，起码我拄着你，要无我无可能放你煞。这不是你该来的所在，我无想要见你，你给我死出去！无机会啊！死出去啦！啊，你过来找我了哦。是恁囝也好，毋是也罢，起码现在别工作，身上得着七座大红标，伊免去受了刺激，万不会受刺激，伊是真正学好爱财啊！好囡仔。你爱水画画白包包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杨帅。大家讲我做什么？逍遥老。我叫歪计划，我未改。总共一个是有数的误会。那你讲，伊中着一个目标，啊无就拜托你照顾。你放心，你心里亏，我偷偷甲考考。别工作，伊是不是你老母？我未当了解，也唔过看这个阿母。真正你的老母，你们要跟他相信。什么人跟你说我的老母？我自己一个人到这，每一个人，为无愿意提起的过去，你若无了解，你若无资格批评我，真歹势，我也得无爽快。若有什么代志，请你离开。好，我暂时先离开，我先来去找阿母，我甲伊安稳。伊石头工毕业啦。伊无老爸老母啦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无啊，哪有？我是啊，我讲过，你无了解我的过去，你无资格批评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准你在我面头前再讲一句。这条命若要生出来哦，该你尻川头就爱直接接死就好啦，笑死人！我爱一个妈妈爱到外号，搁咧哭哭啥？对别公司这样，虽然现在表现不太好，他对我也很好，在他厝里面什么都很像是，哎呀，这个秋天，秋天落到整个土脚，这样会脚手啦，跟咱真无用，规地我嘛用用，规地我来给拼扫。是你的工课啦，下骹手人因着足无用，我看无用过来，这树仔那么规土脚，所在是要紧嘛？你唔通袂记你家己的身份，你是公主呢？万不让人查甫咧讲阮厝内底伫咧做下人的工课，我是真侪难当，我一日头啊吼都无够省啊！你别一直吼挂念我是公主，我即摆是住在恁家，我是恁表妹，甲公主有啥关系啊？不管安怎，在我心目中你是尊贵的身份。你受着委屈，啊对啦，透早爬起来，我都无看到阮阿娘，伊毋知走位倒位去，你敢有去拄着伊啊？我无看到阿母吗？你无拄着伊，啊人足奇怪啊，无看伊人影，我真烦恼呢，伊身体还袂恢复，万不然有啥物办法，是要安怎？要无安尼，我来去找伊啦吼。谢谢你，我来去找伊。大娘，做啊，娘是你啊？我找你找只，不你走来倒去啊？我着失过去找恁大兄。碰到一位姑娘啊，讲伫咧逍遥老爷，听到伊伫咧讲，我知影恁大兄伫咧家，结果伊无爱见我，无要紧，伊甘知影伊伤痕声重，讲得着迄七座大名表，一个月若无伊会死。这严重哦，啊，若真要安怎，我连个亲戚都来了。我吼，赶紧来去找哦，上过好的大夫，家乡医治，一定我着救伊，我来去吼。免。请大夫嘛，无可能医啊！你哦，这查某囡仔是也真当心。若无请大夫，阮阿兄哦一定要死，你知影无？杜姐伯唔直咧讲，这七座大夫标，你敢知影？这毒气出在哪里？有闽南话，我唔是连江话人吗？这毒气出在三德国，我了解。三德国是你的国家呢？是啊。你了解？
那后来你跟我办法哪一滴呀？我不但有办法，而且我冇解药。伯母，你伫咧讲，对方已经受伤，既然是你的亲生囝，那安尼我来救你，感觉怎样？当然嘛是求之不得啊。好，阿奴你放心，我来去救你，做保证你平安。阿哥，你也知影，迄逍遥楼，迄是查甫人的所在，怎么囡仔去到遐是危险呢？也无嘛无法度啊，伊即马受伤，也袂当来遮见我，只要我去见伊，我家己小心细腻。不要吼，闹什么困难，千万袂当家己一个人去冒险，爱来找我，知影无？你放心，我来去，你赶紧去。喂，搁见面啊呢？想袂到你住伫遮，无要住喺度。好卡西啦，有熟识你，啊无遮真济查甫人，我嘛唔知影要去啥物人甲斗相共。啊，你来接人啊？要伊对方啊？阮公主哦。对啦，伊甲我求起嘛。你多袂听，我爱讲，来底啦。你唔着甲讲。我爱甲讲啊。啊无我入面敢知影是看啥？啊，你着外国人啊，还唔知？笑诶啊！笑诶！等等，咱又到高明啦。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人咧无爽快。哎，外国啊，来找伊。外国啊，你找伊哪？低个标，我用外国怎啊做羊羔出来？对啦，对你爸呀。不用对你去。多谢你，照顾你的代志。我爱跟你做伴。唔免。我叫你。我叫你叫。我叫你用空间呢。我袂讲话啦，出话你啦。那有个见面哦。是啦。咱又搁见面哦！听你的老师伫咧讲，你叫做白云天。是啦，我做歹势的。顶一次我好好无甲你问名，我已知影你已经受伤啊，想讲你既然受伤这严重，是毋是会当我看你的伤势啊？无要紧啦，当我是一个查甫仔，当哦小可伤无利益，那有算得了什么嘞？别烦恼啦，感情啊是小可是真正。先生。我这轻轻来打一个名，不听了。啊，不是让你睡过，不过小看笑，明明就听到呢。来啦，莫安尼啦，我好叫你，算是回报你这一摆解我解救。所以以后吼，咱就互相无相欠。你今日进来，你要来底，我准备甲你服药。你有法度甲我服药？是啊，就是药。要膏药？对啊。哪里来？哦。狗油啊！狗要被烫伤，是要哪狗啦？啊，我那是在内底啦。那这里拄好上面的现金嘛，那我刚讲的十八来肉体，你安怎会歹势？啊，头发做医生的呢？医生，我吃亏啦。我无你随便互看的。咱人都受伤不轻。你捌看过我，那无你互看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要跟你狗油啊，我不是要看你的肉体，无需要去你的房间内底啦。什么啦？我徛在大门口，大家看。你坐咧边就好啊。这只。对啦。哦，好，你稍等下。你是要看到啦？哎呀，你讲要看到，我手感真好啦，我袂看我脑袋掉毛啦。是今日给我吐到我的上魂啦！你妈，你敢扯眉？我做医生的嘞。我话这边。安尼老快啦！好啦好啦，来啦。我当天在听，我想讲你是要搞膏药啊？原来啊，你有假毛。我有假毛？对。你讲我什么话？我做年轻人给你膏药，你来趁我无水给我掏钱。歹势是你嘴皮真怪嘴毒咯。你臭狗人嘞，搁讲这话，我嘴皮是要请你嘴毒。我拄仔过来给你膏药啊，你无应该啊，听你哦。
是讲我无注意的时阵，所以用你的嘴皮来整我的嘴唇。好啦，我这过整你的嘴唇，我讲亏赢你啦，你较厉害，较牛啦，还要阁继续搞无？我这个，我这个，我搁搞了。好，我来找你，看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讲。